别晒啦，不要霸凌 T 恤好不好？要干嘛啦？不能走动。欢迎张雨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张雨欣，33，是的，请问你什么星座？天秤座。怎么会今天这样穿着？你的表现的重点是很平衡，平衡。没有，他是因为北半球待腻了，总是希望看看南半球的风光。想去澳洲玩，我愿意当你的南半球。这么大胆的一个尝试，你怎么会愿意去做？因为我觉得如果过了该有的年纪，可能就没有这么富，就是穿衣服可能没有那么有自信啊，或者说没有办法，就是要把青春最美的那一刹那间永远留下来，可以有低潮，高潮跟低潮这样一个穿着，应该要具备有很多条件，好比说你身心哦，怕人家的舆论之类的，或是对啊，就是你要有这个准备，因为其实大家会看到我照片拍得比较性感，对，所以其实。很多网友或是粉丝，有些很支持，有些会骂的，就是比较说感觉我是个随便的人，还是有，对不对？骂过什么？骂过什么？最难听的有什么？就是他想说，就这么会吃，可是你怎么拍，就是拍那么大的尺度这样？因为我之前有去日本参加大胃王比赛，然后有跟他主持那个时尚玩家，搞半天你抓那个，搞半天你已经认识啊。我跟你讲，以后做不用单元了，我们要准备那个电，这样就把它绑起来电它，有没有认识的？你们刚才没有问嘛？我们刚才没有问啊，我们没有问，但是一出来就哦，原来是你啊，至少应该对啊，还在被装这个岛的，你最起码暗示啊，哦，这个南半球我看过，没有，你去过？我没有，他来吃美食节目也没有这么的。当然，对啊，没有嘛，因为重点在美食，不在我啦。对啊，他就是你们，他就是一个艺人，是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有什么样的穿着来配合。就爸妈比较不会，他说你只要做好防护措施，基本上你不要去诱惑别人什么的，基本上你家的目标，你爸妈。